对 ，ESG，OK。Okay。 什么是 ESG？SDG？ 玩玩小游戏，认识企业社会责任和永续发展目标。做老板的决心，一个企业来讲的话，它的成本是确实会加重的。但是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，我相信我们一定做得到。鼓励员工少弱多舒适。企业发起行动投资地球，回馈是什么？环境保护业，尤其是在企业上面能够发挥更棒的效益，让地球暖化能够降温下来，环保轻松的体验，让大家更深一层了解如何去保护我们的地球。我三百年的寿命，长寿，长寿，给开放，能够更美好，更美，少杀，更造。国际狮子会推广做环保，举手之劳不可少。海洋清洁垃圾分离，所回收资源送到非洲去。长期狮子会做这样的活动，大家感恩科技拉丝做成各项我们日常所用的产品，环保回收做得非常彻底。慈济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实施环保这个区块，借重慈济来帮忙，一起来为地球努力，一起来共同了解环保人文，亲近在源头是我们合作的默契。简约绿生活，一个人好榜样，一群人有力量。大新闻吴一轩、王昭忠，台南报道。